林百花是台南的重要古迹，也是国外游客来到台南的参观景点之一。现在主打台南在地品牌的林百花，准备带着独家限定联名商品前进日本，展开一连串市场巡回。首先来到东京老字号的百花，台南市长韦特期盼林百花甲台南市政府做伙行销台南，让世界看到台南，让台湾独创的品牌在国际上持续发光发热。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委托经营的林百花，在今年的暑假将带着台南市独家限定联名的商品前进日本，展开一连串的市场巡回。首站前进同款是1930年代创立的东京老字号的百花，开设林百花快闪店。台南市市长韦特到场参加联名的商品会。期盼林百花甲台南市政府做伙营销台南，让世界看到台南。带着他们日本人的消费者的喜爱，带着订单回来，对，这个带着我们的展览品出去，这个带着订单回来，那当然一定是我们日本消费者最爱。百花业者陈慧珠表示，这次会将台南、富城、秀山。甲日本知名品牌联名合作，做出环保时尚袋啊，结合着台南市古迹来呈现感人的故事。首次的巡回展，我们也到了日本，所以我们带了很多台南好物跟台南好的品牌。我们透过林百货前进日本，我们希望能够让世界看见台南。另外，市长王伟泰表示。希望透过台南市所创新的整体系列商品，对使用性的环保杯啊、背包等等的商品，让日本人更加了解到台南。记者陈嘉欣，中西区采访报道。